太恭喜了，太厉害了！对方应该想不到吧？以为这球要失误。吓一跳。对啊。哇，整个士气带起来了，对方手软又回来。我想士气的转变就从这刻开始，可能贝金直接把这场比赛发到完，只要他自己不要发球失误。对，我想小熊应该直接想回家了。我当然硬要讲信娟今天攻击状况没有特别好，以前跟他打的时候他这个攻击是很不错，还说迷惘太久没打感觉不行。信娟攻击吗？不是，那边哎呀，哇，小熊打得好啊，这个后排点是相当精准的。要接受漂亮一击，但是差别远一点。你是待到什么时候回去？待到4月。4月，那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玩。加油！哪里想去还没去的？去这个美国东岸。哦，这个比较，然后要早点计划。我想度假。中。机票早点打。哦，对对，早点。如果确定一定想去的话，没有什么特别阻碍，早点。因为我就临时，有时候临时订。现在机票可能就涨，那时候就平常可能200多，然后有次要去比较临时订，点订就300多。现在300多点还算正常价，所以去东岸就差不多大概200多。200多现在倒还蛮买的，因为最近几年那个机票一直涨，有涨蛮多的。通常会在那个芝加哥转哦，如果是纽约的话，会在芝加哥转机。哦，我知道是芝加哥。对。哦，你要去芝加哥玩啊？哦，芝加哥可以。知道了，我不知道谁有去玩过，因为大岛。为什么想去芝加哥？想去看 Jordan 的铜像。想去看 Jordan 的铜像。也不是啊，那个我有亲戚在那边，他是有很多学校的。那去芝加哥就便宜很多吧？又少飞一大堆。对，这样。可是如果都到芝加哥的话，就会很想跑到那边。不远，大概再飞2个小时，就是芝加哥大概是飞过去的一半偏他们那边，比较偏东岸，但是它其实在北方，对，应该算中间偏东的一点。东岸很多点可以玩，很多点就是看你对美国历史的文物有没有兴趣。虽然它历史文物时间比较短，就200多年，可是还有一些，例如说像你去波士顿啊、费城啊这种地方就很多，它可能就有一个点说，当年5月8号上船的一个船靠岸的地方，富兰克林的家，对啊，这种，那是美国第一个围城，像波士顿有的是美国第一个做糖果的工厂。对，就会有这种地方，看你会不会有兴趣。如果对这种没有兴趣的话，就不上面找。像我去费城，就有去看那个洛基的铜像，就是打拳击的，对 ，Rocky Balboa。因为我很喜欢那一系列电影，就有这种喜欢。然后我去那个，如果去那个楼梯上跑，照相。我要买洛基的 T 恤，他那个第一期开始，他就是他自主训练的时候，然后就跑那个图书馆前面一个很长很长的阶梯，然后就很多人去那边跑照相机，我也有去跑，结束了，轻松胜啊。